牛仔 Chess 简单讲解。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牛仔当中的 Chess。 我们分为四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脚法掌根，根伸直，掌根，根伸直。第二部分膝盖弯直，弯伸直，弯直，弯伸直。第三部分重心弯，我们现在的重心要放到弯腿这边啊，脚踝立高直，即注意直这一步是由于重心去掉弯腿而被自然的托过来并步，然后是弯，重心落在弯腿上，膝盖筷子伸直，直弯，重心在弯腿这边，直弯，重心在弯腿这边，伸直。第四，加上骨盆的摆荡，也就是我们牛仔骨盆的动力。弯曲，第一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骨盆的高点永远在伸直这条腿这边，并脚弯曲，到了伸直的时候骨盆进行摆荡，伸直弯直弯曲，主力腿伸直，动力腿放松，膝盖骨盆摆荡过去，伸直，我们连贯在一起 1 and 2 3 and 4 5 and 6 7 and 8